鲔鱼酸辣盖饭。酸辣盖饭是布拉鱼。布拉鱼。布拉鱼。哦。那这个里面不酸辣哦。对，酸辣，这是该有的设计的口感哈。敢要吃酸的，要吃辣的，要吃软的，要吃酥的，吃硬的，全部都有了。全部都有了。大哥说话，我们就要相信。对。加分。请问今天备料？好，我们把这个番茄的部分哦，对切哈。哇，超帅！是，这招上次用过了。我们现在这个饭的部分哈，我们还要做一个炒过的动作。哇！然后在这边哈，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锅中哦加入一点油，感觉像这一道很多层次哦，很多层次哦。我们这样要煎一个蛋哈，哎呦，这个蛋要煎成太阳蛋。所以你现在是已经在备料了吗？自己都笑出来。好，我们开始计时开始喽。顺着做，偷跑。哎，移动那边悠悠呢。调好走啊，那个。然后这个蛋很重要，蛋很重要哦。我们现在煎好，要煎成像这样子。哦。这个如果说以熟程度来讲哈，就在五分熟。哦，五分熟。你的油温哈不能太高。嘿，太热，冷锅冷油下，这样。哦，冷锅冷油。对，冷锅冷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放着备。对。然后另外一边这边好。我们把蛋哈，我们现在要炒饭。哎呀，你搞的，你一定要搞的，你把刚刚来啦。大哥莫吃莫加点油，那你们的第二棒娘哎。多加点油。你这样，洛师傅待会七分钟怎么办？是啊，你看小黑师傅哦，今晚串了一下蛋。下有没有想要扩容师傅回来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我叫他永远不要回来。蛋的部分哦，这个分一下，对，炒到有一点半凝固的状态，是。然后我们现在把 X O 酱加下，哇，还有两个 O 酱，大人的口味哦，是。还有这个饭，哎，这很简单哈，嗯。我们把这个饭哈炒好，嗯。哎，那个饭那个掉出来的，掉出来，就捡起来。丽姐在说，不美丽不大方。跟你讲，孕妇哦，真的她会有很多美感，所以真的在座二位还没有准备的哈，我跟你讲，真美感很多，她不止掉出来，她或许一个葱掉了，一个葱没有煮熟，她都会嫌弃。真巧，加油啊！少许盐啊，少许盐，而且真的，她的做菜方式就跟小康完全不一样，优雅，我们吃饭。时间真的不够。下午谁画？下午谁画？你可没有，美秀姐，我这个是我们做菜哦，要一点形状的，不是。哦，做形没卡的，还有啦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把它压一下，压一下，是倒扣回来，然后这个让它有一点热度。哦。然后现在呢，这边哈，技巧厉害。我们加锅中再加少许的油，然后这边这个油温热之后，布拉提要下来。炸它，炸没关系，炸。得分得分。我总觉得 Vicky 你会一直在检查，你那个鱼也弄干净一点，好，干净一点嘛。起来有没有？扣分，直接跑后面炸鱼。两次没炸到，两次而已嘛。然后这个布拉伊的同伴会说啊，我的同伴怎么没有下来？好，我们这个好，我们的新香料哈，新香料，姜跟洋葱好，还有辣椒、蒜末，辣椒、蒜末，然后绞肉，绞肉，绞肉一起下哈，因为这个拌饭还是放少许的油哦，对，少许的油哈，对，然后这个要稍微拌炒哈，是炒香哈，哦，这五分钟，好，对，那这个肉的部分哈，要炒到这样。水分挥发，对对，把这里要金黄啦，一粒一粒的，好香哦，嗯，有味道，然后这个新香料的味道，辣椒，好啦好啦，你真的有比较实力派啊，酸辣酸辣，谢谢，酸辣的，这个还浪费两秒钟来这样，要全浪两秒哎，两秒，来还有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酸辣汤酱，哦，酸辣汤酱，对，泰式的，对，泰式的酸辣汤酱，好，那你这样不要跟洛
师傅打在一起就泰式，还是你偷他的？而且人家刚已经呛虾了，泰式的怎么特别做高汤？没有没有，我这个是哈味型的部分是酸辣嘛，但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呈现就是无国界的，有中式、有台式、有西式、有中式，待会你们看了就知道。好，那你被干掉啦，没有乱七八糟，没有泰式的，对，然后加点鱼露，综合是果麻式的不行。对啊，这种东西只要加酸辣的东西，一定要有鱼露、辣油，还有那个辣油、辣油。哎，这是大大人的口味，今天完全是硬户的口味，另外是重口味。西里，好，来这个布拉姨，哎，慢慢炸到酥脆了哈。是，哎，有了有了。哦，哎，这皮好烫哎，真的，不得不佩服哦。对对对，美秀姐帮我们试一下味道。是哪一个的？哎，这个那个油啊。小刚，你又不是这个，你就有事，奇怪是怎样？你才有事。师傅，你真的太坏了，你有事太坏了，太激动了。你真的很有事。再加一点，再一点那个柠檬汁哦，酸辣。哎，刚刚已经够酸了。没有用啊，要等他睡觉。那个酸度你会爱，有点像打抛猪，有没有？真的打抛猪有没有？又酸又辣，哦，又香。啊，好。刚刚我吃的已经没有。做打抛猪一打就输了啦。好，你拿一起打抛猪，你打抛猪。打抛猪，你念快一点。等一下，你讲什么？打抛。打抛猪就打抛，念快一点就打抛猪。你台湾快一点好了。打抛猪。这个。来，一道酥脆，金黄酥脆，直接取出哈。哎，可是他刚刚明明没有加柠檬，他哪来的酸味？有啊，有酸辣汤里面有啊。哦，要酸辣酱。最后有加柠檬，最后加柠檬。有，后来有加柠檬。对啊，我说还没加的时候你就说有酸的啊，是那个酸辣酱，是那个酸辣酱，厉害，对对对。那个柠檬加下去就。布拉伊要给它金黄色哈，很好吃，不能炸太黑哈。好。好，然后这个酱汁的部分我们要稍微收一下，收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葱花，哎，九层塔放好吗？明明要葱花，你就拿九层塔，你是怎样家里有事吗？那个番茄，番茄，三分钟，还有三分钟够了，时间量够，这一招厉害哦，真的厉害。但今天我们真的有特别来宾要来试吃啊，真的有吗？谁？要不然我们大人吃的话，其实说真的哈，不代表整个家里啊。是是是，我们待会会有特别嘉宾来试吃，因为他们最准。哦，最不会说谎。是。好。那剩下要怎样？剩下的你早抱回家。剩下的啊？剩下是要给我带回去吗？还是？对对对对，还有吃完之后还有打包的，他们都没有。用这招笼络人心。人心在后呢，你看布拉伊，阿未来呢？布拉伊煎鬼哦，煎鬼炒鬼都好吃啊。对，这个会塞牙缝不好。会不会？这个是超。它后面酱又有点像日式的那种感觉，绿箭冻饭的吗？对。我们的鲔鱼酸辣盖饭完成了。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的温师傅的。对，我们这个哈要把这个蛋。布拉伊，这是布拉伊。你看，这小孩不要太泛辣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对对，小孩不能。不要太辣，不要太辣。这很营养哦。那这个布拉伊多吃。他有在，他也偷偷的贿赂哦。有吗？有在偷偷贿赂。你做过这道菜给你的小孩吃？耶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吃。而且他那个新鲜的。新鲜的那个番茄有加分，有吗？好，可以。因为驹哥也爱吃辣，所以小朋友应该也都爱吃。先上了以后，然后再加点辣给驹哥吃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吃，真的口味反差很大。从意大利来的。